欢迎来到Heycar运营中心。现在我们处在的位置是我们的办公区域，后面是我们办公区域的一个展厅。我们Heycar主要解决两大问题，第一，车主洗车难、洗车贵、洗车要排队的问题。下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加盟商，那就是招人难、用人难、留人难，工作时间短，8小时。我们公司2014年成立的，截至目前接近300家门店。未来洗车两极化，20%还是会精洗，那80%会被我们的智能店所替代。后面是我们的一个云监控大屏，它主要管理售后的。下面可以显示我们的一个订单数量，还有一个设备情况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实时订单，还有我们的店铺业绩排名。然后往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报警系统。我们的报警系统不仅有设备的一个情况，还有一个业位情况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洗车液报警情况。截止到目前，我们有出口60多个国家，像欧洲、南美、北美洲都是有的，像非洲也有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客户来访情况。后面是我们的一些荣誉证书以及专利，我们有40多项专利，并且有证书，有 CE 认证、ISO 认证，还有我们并且加入了人民保险。这边是我们的水循环系统，不仅能够过滤掉固体杂质，还能过滤掉有机物。这边是我们的节省电区，洗车机没动的情况下还是不耗电的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洗车液区，我们的洗车液 pH 值为7。同时我们也与多所高校合作，像985211的我们的华中科技大学，还有我们的国工大。后面是我们的 SaaS 系统管收钱，分布式管理，4台服务器，保证10万台车同时清洗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进口配件区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德国进口棒，这边还有我们的一个授权书。另外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我们的日本三菱的 PLC 控制系统，还有我们的超声波德国贝加福的。后面是我们的一些主营产品 TS70 以及 TS65 是热销款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合作流程及优势，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是我们的运营中心展示，截止目前有40多家运营中心。这个是我们的济南范总的运营中心，这两边是我们的办公区，这边是我们的内销，往前可以看到我们的外销部，然后往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区，里面有会议室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经理办公室等等的，这一条都有。这边是我们的外销部，这边大办公室是我们的内销加运营，这边是我们的内销第二办公室，打开一下。这边是我们的内销三部，这边是我们的培训室，这边是我们公司办公大楼，对面是我们的宿舍，同时我们也是湖工大实习实训基地。这是我们的测试区域，我们的机器所有在发货之前都会进行测试，测试完成合格后我们才安排发货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出口包装，木箱包装，然后这一台是墨西哥的，镜头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是我们无接触洗车机的主机部分，这边是我们的高配，由4台4000瓦的风机组成，这边是我们的标配，由3台4000瓦的风机组成。这边是空压机部分，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主机部分，然后我们还包括我们的自动配比棒，还有高压棒，还有空压机等等，都是包含在里面的。这边是我们的高压棒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TS70 的高压棒，德国进口的，来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PLC 控制系统了，然后我们 PLC 控制系统是日本三菱的，待会镜头拉近可以看一下。
边就是我们全自动洗车机的一个支架部分，不管是70还是65都是这样子。这边是我们的非标准件车间，往里待会儿我们看到我们的钣金喷漆车间。这个区域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我们的铣床和车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钣金喷漆车间，这边是我们车间的其他区域，可以看一下。